音乐就不要再放江南 style 了啊！台湾放个江南 style， 不就摔了？昨天放江南 style， 不就摔了？今天要不要再试试看？滚！You need gonna stop? No. 大了。好。观众朋友，听到热烈的掌声向欢迎。恭喜你。Thank you.
小鸡一样玩得很开心啊，剁鸡勺子刚好都没有那个。